咱台湾人的电视台，现在要为你播出《细说台湾》。芬芳的酒，浪漫的爱，春风轻轻吹过来。阿嬤姨誤會鴻鸞討客兄，叫買飲老提油啊！鴻鸞只有簽連書來報恩啊！阿嬤姨啊，失去新婦了後，就走來投靠天理啊！結果卻叫無情的天理給糊塗出去，這真是後生甲新婦攏無啊！原路看袂做位，就來嫁死天理啊！還想要搞煞無拄好嫁害到鴻鸞。你来呀！你别哭啊！我伫外口咧拼死命做工课，结果你伫我背后偷客兄，我对你真受过失望啊！你听我讲，阿母讲话我反背你，我为着要保着咱的囡仔，不得已甲连书签落，即马已经去阿母挂出来啊！你若是离开我，我是要安怎才好？你敢知影？我有偌尔想你，真正我为着要找你，我四处找，四处问人。都无你的消息。有一天，我伫一间饼店，看到一个甲你坐了足像的人，我就伫遐一直等，就敢若想要确认是毋是你尔。你相信我好无？我的心肝内真正只有你。哎呀，袂当讲红鸞找伊前去饼店，啊若无我昨下饼空，是讲。这红鸞对我遐尔久，搁遐尔痴情，伊无可能对不起我。那得我问你，拄只你甲尤顺到底是安怎？我嘛唔知啊，可能是尤顺替我摒扫开工，啊，规身躯拢刮，搁去吹着风，感冒。才会规身躯安尼烧甲，想要烫衫啦！天喜啊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腹肚内底的囡仔真正是你的。好啦，我相信你。是的，阿鸞，我对阿顺过冲动，唔再误会你。不过我希望你会当了解，我安尼都是输过爱你。这个红鸞实在是王教授，这干那听着，怎讲？伊是在甲你骗，两三句话，你就信？还想一个办法来点破红鸞？等你即马甲这个导游领落以后，我就唔免阁惊你啊！阿爸，最近哦天气变较寒，我专门炖煲汤来互你补身体，趁少啉啦。阿爸，天气对你一片好心，你阁要插人啊？无笑啊！你无听人咧讲，敌人敌面不敌心，阿哥有啦。红人之心不可无，外面啊，知伊将我保佑内底，是毋是有掺什么其他的物件？慧慧，
来我保佑旁去倒听。是老爷，稍等下。阿爸，你哪敢对下天喜啊？伊是倒位做唔对，害你这哪袂信任伊啊？你莫问我，伊家己心内知知咧。保佑，好啦，莫咧阿爸生气，要怪就怪我啦。收过很慢，唔知影要安怎让阿爸欢喜。阿爸，是嘞，以后我一定改。天喜啊，我阿爸的个性我知影，你都莫责备你家己啊。阿爸，天喜是我的翁婿，是你的囝婿呢。你若是听我，你都要赶快听天喜啊。要那无，咱是要怎做一家人啊？伊姓林，咱姓吴。别闹同款，不孝，你唔通遐尼相信伊啦。阿爸才是你唯一的亲人，知影无？阿爸，你哪会当安尼对待天喜啊？你是惊天喜甲你下毒心？好，我即摆就证明给你看，天喜伊唔是你想的迄款人。不孝，你要创啥？不孝，你安尼是创啥啦？你安尼为我，我就感动的。啊，不过还是明目做亏心事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既然阿爸不相信我，好，为了要证明我的清白，我即马开始我保佑你无。敢讲我真是误会天意啊！经过这几届教训，已经决心要做吴家的人啊。我现在跟我才是中道的人。阿爸，你看，这样有好的囝婿，是要去倒位找啦？天辉因为爱我，嘛把你当作是亲生阿爸咧对待，也毋过你却怀疑东怀疑西，连我即马，我嘛替天辉感觉唔值啦。好啦好啦，阿爸答应你啦，以后阿爸会对天辉也较好咧，安尼壮阳一下吼。天喜，以后你着对少奎开始学起，少婆的代志，我会偷偷拢交予你，知影无？天喜，你有听到无？是，多谢阿爸。酒满身毒药，那是把种毒药，参照拄则安尼规碗啉落，恐惊我即马就唔知影人啊！吴德山，是你逼我报警的，安尼我就顺你的意，逐天甲你饲毒，互你连个财产过户我的时阵，阁会甲我碎多些，安尼我唔才会甘愿。就伫天意啊，上工上班要大人财产的时阵，阿三爷啊，却因为新妇讨过兄，后生个不爱认伊，哭到目睭煞变青面。洪仁杰发现大家青面，都赶紧要走转来照顾伊。一想要到阿三爷根本就唔接受，嘛唔听洪仁甲幼春的解释，硬将两个人甲赶出去。洪仁原来是未放心的，甘愿是亲自转来甲照顾，佮想讲要替伊去找名医呢。这一切，元老拢看在眼内。为了要点醒洪鸾，伊说答应讲要替阿彩爷治目睭了。阿彩爷，你的目睭我若是给你医好了后，才麻烦你一下，去天喜阿爷身上，把迄个补救药袋，把我摕倒转来。因为伊是元老庙的镇庙之宝，之前无注意，去予摕去啊，所以。我还麻烦你，一定要提刀转来，我要行个完路，你敢做会到？只要你把我目睭医好，我一定做会到。真好，那呢，咱就开始。完路是要安怎医治阿彩爷目睭呢？
原来真相就是方鸾剥削一些代价，决定要跟阿彩姨啊交换目睭了。虽然讲阿彩姨啊会当复原，但是这声算话做讲方鸾爱称的名啦。俗语讲，生的请一边，用的较大天。方鸾一片好心跟痴情，敢有法度通化解阿彩姨啊对伊所有误会呢？小姐，你敢也给我？当然，伊娘，你之前来阮家借钱迄个阿姨对吧？你想要创啥？是不是要对阮小姐无礼貌？桂花，小姐，歹势啦，迄间是我唔对啦，因为我甲老爷咧生气吼，所以迄口气我吞袂落去，我唔再对小姐你无礼貌啦。不要紧啦，代志过去就准妥煞。小姐，你敢不是讲，阮有啥物任何的需要，一当来找到家室的？当然嘛，家室的啊。阿姨，你可不来借钱啊？是？阿姨，我看安尼啦，你都莫阁借钱啊，伫阮兜住落来，甲我斗三工。我即摆已经有心啊。各项代志拢需要人照顾，阿介都爱麻烦你哦，敢会用的？哈？这个歹查某又怪我脾气呀，害伊不好，唔肯跟我相认，伊若愈加善良，不等一定愈恶毒。也唔过偏偏啊，伊即马巴肚内阁有天喜囡仔，迄嘛算是我的金孙啊！唉，我是要安怎才好？即摆有心无方便，啊，厝里嘛多欠钱，阿姨来甲我照顾，所以我得甲阿彩姨请来照顾我。对啦，阿彩姨有够贤惠呢。小姐吼，今仔日拢无胃口，阿彩姨一来，小姐就有食物件哦。有心的人吼，那闻到忧愁，啊，就想要吐啦。迄阿姨那十个月啊，查甫人拢唔知辛苦啦。那是生到好囝是好佚佗啦。啊，那是生着歹囝，不如无啦。阮小姐吼，一定是生好囝。妹妮，你跟我来厨房一撮。今仔是安怎？紧去找一个理由，甲伊好找。苗公即马要甲你换药啊，你是莫紧张吼。尤春啊，是嘞啦，怪你这么辛苦甲我照顾。安然，当我把这个药啊落入你目睭了后，你就当照着阿彩伊的目睭看到天意啊。即个你就当看清楚，你所爱的天意是啥物款的人。先生，你会听下？不是，我只是感觉我的目睭前，敢那有一块模糊的物件，而且这的物件，刚才愈来愈清楚安尼。卖阁说啊啦，那有大家替媳妇做工课的道理啦。而且保守因厝的自然有使用人啊，会甲斗送啦，哈。这都要有大家呀，这是我的工课嘞，那我的身份哦，跟你是袂比的啦。我若无做这工课，我就无饭通吃。明
不要紧啦，我这有啦吼。来，这钱哦，你先提去。啊，若是无够，我再想办法提去给你。紧转去啦，莫伫遐受委屈啦，吼。安怎？太子要来好你老母转去呀？安那，你已经是五家的人啊，你来甲五老爷同款，乌样乌样啊！阿母，你若着安尼讲啦，坦白讲啦，我即马要摕到五家的钱，已经无遐尼简单啊。啊，不过请你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好好补偿你一个红鸾，请你一定相信我，好不好？你紧转去啦，莫伫遐替媳妇洗衫啦。你唔通袂记呢？五德山根本就无承认我这亲家啦。啊，那保守吼，伊那是我的媳妇啊，伊是我的头家。你的红鸾，都是我的媳妇啦，伊把对人走啊啦。我真正有够歹命的啦！天喜，天喜，宝秀，天喜，啊，原来你是这，我四个拢找无恁呢。你看，我拄会晓煮菜呢，你帮我试看下口味呢。好啊，你是有够幸福，我感觉我最幸福的。啊，不过以后莫家行走脚，安尼我唔敢哦。袂啦，来试看下咧。是伊。哎，你大胆讲吼！啊，天意，天意！是讲，我等的人就是天意啊！你竟然骗我骗这么久！阿鸾，阿鸾，妙光，阿鸾真正无代志哦！你啥物看起来空空空空？我给阿鸾。借着阿彩爷目睭看真相，伊即马啥物拢明白。刘春，刘春，我拜托你，带我去一个所在好不？有一寡代志，我一定要问清楚，好不？俗语讲，虽然贵，虽然贱，事实摆在眼前，方圆敢会讲误呢？天理还是要安怎面对这一切？好食，我唔捌食过遐尼好食的菜。你想假啊、喔！看我安怎创给你，还想办法，甲苗公交代腰带，甲摕转来。再食一嘴。好。歹势，歹势，高爷，我无丢地啦。我出来换衫啦，吼！唔免啦。你来了。什么代志啦？安怎？你即马伫咧遮过日子，过到遮舒适啊，做大爷，连我这阿母都无要认啊，迄哪较有良心的啊？迄大拢看袂落呀！阿母啊，我嘛是不得已的啊。拄则你嘛看到啊，宝秀伊即马已经有身啊。阿母，你巴肚内底嘛是你的孙呢？你点点啦，若听你讲这，我就生气啦。若不是你一天到外口爬爬走，安然够有机会通讨客兄。啊，但即马宝秀啊，巴肚内够有我的孙，嘛免予伊无老爸啊。你叫我这个人啊，是要来去做人的大家啦？阿母啊，你先听我讲啦。放屁！我是要搁听你讲啊啦。三个我换换咧。阿母啊，这宝秀的衫呢？我叫你换就换啦，你若唔换吼，莫叫我阿母。卖安尼，啊！即马宝秀已经有身啊，袂当受到刺激，啊，若无会去动着胎气，我即马嘛唔知要安怎做才好啊。安怎？
你这样拍着五家的声，声声句句拢爱替五家咧讲话啊！你敢有替咱林家咧想啊？哈！天气呀，听阿母苦劝，放弃五家一切，对阿母来等。无可能啦！我的计划就要成功啊！五家的财产我就要摕到啊！我无可能放弃啦！你这负心汉，郭振龙！我哪知影你是这死人媳妇？你生出来时阵，都爱甲你当作两个咧吞吞吃吃落的。衫甲我穿落，无穿好莫甲出来。他是那个郭志康，是。你们找谁？我要找阮阿，林天喜。红鸾的目睭到底是安怎？敢是超工假可怜，要挽回我的心？看着阿爸拢唔讲话，是超工要甲我试探？哼！我着已经行到这步啊，变哪有可能遐尼简单就放弃？俗语讲，丢死的大胆，要死的无胆。郭德山超工和这对红鸾对阵，唔会放弃国家财产的天喜啊，敢有可能认红鸾呢？红鸾千辛万苦要来找红，会面对什么款的结果呢？明仔工作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天气风暖》。一般人想要求良缘，会去求神八卦。但我明日一日指标倒数当中，都两粒负责点名的天气星甲风暖星，到底这两粒星是安怎主宰姻缘呢？天气星甲这个风暖星，两个拢是一个喜事的这个。天喜星代表你有喜事，喜事啦吼。而且红鸾星表示讲你有结婚的这个姻缘。两个星的话吼是虽然是对宫啦吼，可是吼也是会互相影响的。如果说你红鸾星跟这个天喜星同样入命宫的话，表示讲你今年真的你会找到你的真命天子。除了姻缘以外，天喜星主要过一段小灾，一红鸾星都无遐吉利啊，有当时过变凶星，可能运气变歹。不过无论命理的结果如何，只是参考而已。凡事原来都要靠咱家己。